百万肉干的兄弟们，听着，我真百万今天宣布，要把我的财产一半给陈豪，一半给甄美美，大家千万要团结一致。司令，28年前分手，现在才来谈判。我这个人做事特别慢。 我就爱拖28年后来谈判，不行吗？大老师，江湖传言美美肉干最成功，可是我们好汉肉干最好吃，对不对？你要我做什么？当卧底？你是谁啊？<笑>我叫德西。我管你德西还是戈壁西，你跑到我厨房干什么？你这一次的任务就是去调查肉干大王比赛的时候他们推出什么新产品。哇！ 我是Superman啊，生你们两个儿子出来，一个整天只会做Superman，一个整天只会喝酒。一个月内，我一定帮你变成真正的男人。On，On，On！男人是不可以信的。臭女人，不要得意。谈判居然你厕所谈了，谈判不在你厕所啊？难道在男厕所吗？无聊。 什么啊？我是正，叫我妈咪卡正。哎呦，好久不见 ，so cute 嘞！你发什么神经啊？你流血了。